休息了吗？要不要出来走走？哎呦喂！白斩鸡，还有，你别报菜名了吗？越报越饿。阿郎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上次你跑得太快了。哦，我跟夏阿郎是高中同学，我叫马依然。你好。啊，这新开的老干妈送给你们，跑女神送女神。你从哪儿弄的呀？学校后门右手边有一个黑店小卖部，东西死贵，人还多。只不过你们有什么需要，可以跟我说，我帮你们去买就行。谢谢你。微信聊，我先走了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呦喂，夏朗朗，跟我名字也一鸣惊人啊！好好说，什么来路？没什么来路，他就是我一个高中同学，问他。碰巧考上同一所大学，不管什么来头，能大老远送来老干妈的，这绝逼是真爱呀、啊！哇，活久见啊！一瓶老干妈让杨家庆都讲脏话了。来来来，微信聊哦。哇，这个世界太疯狂了。我出去洗个脸的功夫，就收到五封情书，六瓶老干妈，还有十根火腿肠。哇、哦，这还不好啊，造福全人类啊！可是，全都是给樊小雨的。啊啊，谢了，没有我的吗？没有啊，你不是已经有你那个法国的撇盒？那也不妨碍我被人喜欢。哎呦喂，老干妈要我出去一趟。现在谁比较厉害啊？听说你们班又有女生晕倒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这体格没那么脆弱。我倒是听说你们连有男生被罚匍匐前进。爬的膝盖血肉模糊，差点残废啊！没那么夸张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啊？那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我跟我宿舍一哥们儿打配合装晕倒，本以为动作一气呵成，没想到教官一眼识破。你们是干嘛呀？本来想着去医务室骗点活人镇静水给你们，这大热天的，怕你们吃不消啊。你也知道我们医务室那么抠门，不晕倒就不给。我其实也没那么热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个抗热的独门秘诀，教你呗。什么？咱们军训服前面不是有暗扣和拉链吗？教官要求两样的技巧，但是如果只按暗扣，不拉拉链，这儿。这世界很酷。